那今天我们要讲下经三十四卦，是将易经各卦的整体关系加以整理，是我们说要揭开宇宙大自然现象和人文关系的变化构成。因此呢，孔子呢，他就跟做序卦上下传，就是说有分上经三十卦，下经三十四卦，讲明呢，上经对这个乾卦到坤卦，还是讲对这个乾坤到坎离震，多三十卦。那对这个天地定位，以及乾坤到了这个水火不能消下的这个坎甲离呢，着重的自然现象。下经呢，以明人道，对这个含行气到地济物济，内底总共三十四卦。虽然呢，它着重于文官，啊，就是咧讲着讲人呢，要把天地之间的万物进化过程，要用人如何要运用天道以尽人道，即马过来下经就是咧讲。咱要安那运用天道来以尽人道啦。总而言之啊，我们可以从《易经》是以自然与人文并重，亦以人道为中心的一门啊，咱讲教育啊，这嘛是啊，咱讲老大人听有啦，少年人嘛更加听有。像那讲，咱都国台语拢讲啊，啊，都有诶，都去搞啊，反映讲。他们台语听不懂呢，尽量讲国语。啊，这个阿嬷阿公啊，也讲啊，我台语听有咧，啊，国语嘛听无啥有。但是你着国台语拢总讲，安尼阮就留我听较有。哦，我觉得有道理啦，反正我是国台语混在一起啦，吼。讲易经，说易经，即嘛是下经第三十一卦，即山，泽山。贤，卦象呢？吼，在咧讲感应，感字这字，有足济吼动机啊，就是讲夫妻之道，三节通气，伊嘛就一个有一个吼，咱讲让我们去了解一下，节三位。坎卦，含就是咧讲坎的意思，那就是讲物不相对，心意相对，心意会受到感应，终究合二为一的意思。所以咱讲梵天，不管讲天地万物啦，都有这种互感的共鸣，其中以男女之间的情欲，显为。上界较感觉会对啦，较显著就是讲，他的那个感官，比较有他们的感应，谓为感，咱讲敏感与强烈对比。所以讲，这个上卦，在讲到这个地代表少女，下卦金。就代表少男，少男，少男在少女之下，彼此感应。同时呢，这对卦呢，代表喜悦啦，艮卦代表停止。经过这个，这个墙呢，因呢，加解说个，就是讲，有到了喜悦了后，心满意足，伊会停止落来。根本就是咱讲，有天地，然后有万物啦；有万物，然后就有男女；有男女，然后就有夫妇啦，就是翁仔某嘛。有夫妇，然后就有白囝；有白囝，然后就有君臣；有君臣，然后就有上下；有上有下，然后呢，这礼仪有所错，就是讲积善。咁这个就是咧讲感应。翁某之道，山泽通气之腔，男女者自然意义之观念，夫妻者价值意义之观念，
男女者夫妇之基础，吼、哦，啊，拢讲阿婆为男女，哦，要查甫甲查某，甲咱无熟悉啊，啊，无熟悉先啊来做伙，就是讲无熟悉有缘，啊，大家有熟悉了后，对无熟悉甲有熟悉，对有买人甲无买人拢同款，吼、哦，只要你喜欢，你都能够组成家庭，呈现。成正的家庭，有的人生的都是女生，有的生的都是男生，啊，有的人是有男生也有女生吼、哦。然后呢吼、哦，这翁阿婆都白阿囝都造出来，吼、哦。然后你若去，你若去食头路，吼、哦，啊人辈比咱较悬的都君臣的分别啊。上下礼仪吼，都拢爱有法度一个安定。吼、哦，咱今日来讲吼，去博到这个吼，吼、哦，咱讲择善感，吼、哦，你都爱知影讲吼。若普德处卦所经营的是光明正大的事业，会获得新、哦、客户的支持，业务会、哦、做得很好、哦、但是不可以得意忘形，处处时时然后都有危机的出现，所以我们人要谨慎谦虚为要。山上有折杆，君子以虚受之，然后讲上直下径，好、哦，就是咧讲，这个橘子在梗上之上，好、哦，山受到泽的滋润，泽为山所包含。那么山含积上福高感，含育万物生机，好、哦，这就是叫做啊，这个感卦的这个冲。好、哦，君子呢，吼、哦，应虚怀，吼、哦，若谷，以用他人。正义嘛，就是讲沟通的意思。天下人有咩乃天下太平？哦，卜咧这个卦的时阵啊，卜到这个卦称，就是咧甲咱讲吼，人的交往吼、哦，若是顺应内心的吼虚情，而促进对方对咱的好歹，吼、哦，周易内底的讲到，以含卦为下经之数，含者干也，消男消女相应，成为。夫妻处人道之开端，有翁阿婆才是有人道的开端嘛吼。过下经书以后，你就爱去知影讲，思想纯正，无学即即相嘛吼。啊，自然就不会产生悔恨的事。哦，那是讲私心啦、作用啦，还是用这个吼，咱讲不坦然吼、哦，心意不坦然，即正者吼、哦，你要感到即相却。因为你为什么会是复燃及凶相呢？啊，就是因为咱人挂这间开始就是讲暗示，你家的暗示，暗示啥？暗示讲你做代志爱光明正大，吼、哦。但是你唔通因为一点的私心，所以有人公家做生意，其实做到尾也拆伙，吼、哦，就是因为较有能力的人，伊感觉伊爱分较济。吼、哦，啊，较无能力的人，伊是做甲要害；较无能力的人，人讲咬的靠嘴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戆的靠身躯啊，啊，靠身躯的人是毋是爱做较济？啊，做较济时阵，佫分较少。安尼迄个时阵，恁两个拆伙无？会啊，就对个拆伙，吼、哦，就变成讲，恁们两个做生意有法度吼、哦，互相吼、哦、弥补。我虽然我较巧，我也计划，啊，毋过重的拢你咧做，吼、哦。靠了我工课拢你咧做，吼、哦！啊，我咧比诶，我咧安排诶，吼、哦！啊，我拢用嘴尔，我用头壳，我无用身躯。问题比例就是，你有一个动作，吼、哦，可比讲，你要教伊去创啥，爱搬动啊，爱去创啥，爱去做，还是爱去煮，这个都是这个人在劳累的话，啊，你讲，你会感觉讲，啊，计划是我计划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赚钱应该就是因为我计划了好，所以才会赚钱。伊不会想着讲这小细节啊，哦，这人在做的艰苦，较艰苦的工课，虽然无动到头壳，较艰苦的工课，唔过因用足认真本分来在收听呢。这种的这呢，如果是活活做工作，还是活活赚钱的话，不可以给这些人贬低啦。你把它贬下来。变说啊，你做这个杂车啊，还是安怎？无这杂车啊，你都无你敢内底敢我都遐清气？啊，无这杂车啊，你敢我都做你想要做的工课，那是不可能嘛！吼、哦，所以得讲讲吼，即吼能讲择善感，意思的讲感同，吼、哦，这个意思就是
吼、哦，感与感同意啦，吼、哦，这个感，吼、哦，含甲感是同意的，吼、哦，这个含也是同意的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如果讲你唔知影讲做人的道理，吼、哦，你这就说，哦，我就是我较先头家，啊，你较先新楼，吼、哦。安尼话啦，但是无这两只手甲伊斗相共，无这个人甲伊斗相共，你嘛甲我讲，你做会偌好势，我嘛唔相信。所以讲吼，人一定要什么？吼，包括一定爱有迄、那个吼，人讲分享啦，要有那种分享。你人若无迄个讲吼，趁钱无想要甲人分享吼，安尼呢吼，咱的人生吼，真正是。古早人吼讲一句话啦吼啊，有钱但是会去得失着朋友啊，这个朋友呢，甲你断绝了后，也许啦吼、哦，你就断了一个臂啦吼、哦，啊断了一个臂膀，那下一次啊，个人各自分开了，你若无过这种人来甲你相挺啦，啊你若甲讲你做会起来，我输你，当然就是做袂起来嘛。啊，既然做袂起来，要是安那，做袂起来就会出代志啊。因为做不起来，因为一个人一只手跟两只手、哦、真的是有差啦、哦、所以我们不管讲是你要做什么工作、哦、还你要配合什么样的人来跟你、哦、做同样的一件事，你必须要大度量，而且呢、哦、会当分享的要分享，利益也要分享啦、哦、这样才是对的啦。这样你若抽到这个卦，你就认真甲做，绝对会大赚钱啦。第三十二卦，雷轰行，恒心的恒，恒者长也，也就是永远不变的长道，叫做行。这卦你该讲恒久恒长，日月长明之象。哦啊、所以讲雷轰为行卦，好、哦、上哦上卦。震代表雷，下卦亦代表风，哦啊、所以讲吼，顺代表风，啊、就是咧讲雷风相搏之冲，雷就是阳气所发动的，风就是阴气所发动的，所以也三生嘛吼，两者均为天地之生气，没有风也不可以，没有雷也不可以。因为这个就阴阳合调了吼，所以讲人助长万物之发育与生长而生生不息，这个温则永恒不变，继往开来均如此了吼啊。虽然讲变了去充分去表现这个达行的这个意义。经文咧讲，有夫妇，然后有辅助；有辅助，然后有君臣；有君臣，然后有上下；有上下，然后礼仪有所处，夫妇之道，不可以不救也。故修之以恒，恒者久也。哦，所以讲夫妻之道，夫妻就是一个天地中间啦，吼，是一个小天地，因为家庭是一个小天地。翁仔某就是互咱来学习的，人甲人之间要安怎心心相对待呢？吼、哦，翁仔某之间没有心心自诚的心呢，来互相对待的，吼、哦，那亲戚朋友，吼、哦，嘛无法度甲你撮合呢。所以咱定讲夫妇之道，吼、哦，大吉，吼、哦，启示咱啦，吼，讲就敢若大屋头甲小屋头同款，这个家啦，这个家甲大屋头甲小屋头同款。啊、所以咱讲吼，小宇宙小则取是整个人生的原则吼。为翁仔某开始嘛是爱做啥物拢一定要有一个恒心，不要半路换跑道。为什么是半路换跑道？想嘛知离婚的就半路换跑道啊，吼啊这个家我不喜欢了，我换个跑道啊、哦，那是错的。是人格整个失败的、哦、所以说夫妻之间呢，因为你了解因因果果，不了解整个社会结构嘛、哦、不了解生生世世所累积的在心里面的智慧意识，而做出了违背常理的事，男的违背常理，女的违背常理，那就是违背常理，所以你才会转换跑道。
哦、这个家不要了，所以你转换跑道，你一个先生转换跑道，家庭就支离破碎，一个太太转换跑道，家里面就没有亲情了、哦、啊，要找妈妈无妈妈，哦，这个囡仔是上可怜的、哦、这叫做违背常理。哦，咱来去卜到这个雷风行呢，吼、哦、啊，去卜到这个卦，伊就叫你爱忍耐，忍耐，刚柔相应，哦，雷风相遇，更柔相应，恒也，夫妻以和睦相处，顺应而至，然、啊、后、哦、一般来说啦，若以守为公之事，哦，方为大吉。就是讲吼，我拄到代志的时阵啊，该点咱就点。该嘴点点，咱就点点。哦，有时讲话无分寸，会去用拍嘛会啦吼、哦。啊，有时候应话嘛爱拄啊好。吼、哦，所以讲，伊若风火头，咱上好啦。吼、哦，唔通遐查天火倒。吼、哦，你若风火头，咱就先来边啊。吼、哦，较密秋咧，吼、哦，较低调咧，吼、哦，瞄一咧。安尼咧，反正咱免讨皮听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。今日呢，吼，这个32卦呢，吼，你讲雷风行内底，就讲雷风行卦，进为中男在上，吼，顺为中女在下。就家庭来讲，不管讲你是中男中女，今日夫妻做伙，吼，这个准备定位，吼，动顺定婚，就是讲人伦之上啦，啊，咱讲天地之间，阿公无变官变大嘛，吼，但是呢，可长可久，吼。但是处卦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能久远，也必须要有一个肠道。哦，进卦代表动，顺卦代表静。哦，一个动，一个静嘛，爱顺静的意思。意思来讲，上动而下从，意义就是施仁政者而万民下者顺从进者。哦，这国家永远会繁荣啊！家庭嘛，同款啊，大国的叫国家。家庭叫做家庭，我们的家是小家庭，但是呢，吼，就是咧讲到吼，天地之道，行故而不易，就是咧讲你有，吼，要有什么样的吼条件啦，吼，终则能够始终如一啦，啊，日月啊得天而久照，世事变化，吼，是嘛是爱安怎，爱顺道而行嘛，无顺道而行，世事就会变化。但是观其所行，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。所以咱讲卜到这个卦的时阵，咱来咧经营事业，步骤要调理得好。事业能顺利吗？可以。能成长吗？可以。合伙经营事业的话，必须要同心协力。吼、哦，会当无会当，唔是袂当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卦唔是歹卦，最主要是要咱讲。人的合作性、协调性都很重要。你没有协调，没有合作性，没有协调性，你要怎么？恒者久也，即天地自然运行的法则嘛。吼，所以犹如咱阴阳反正，哈，阴阳反正之理，其稍就是咧讲消动生成嘛。哦，循环不止，哦，经久长存，哦，这个叫做恒卦。啊，咧恒卦咧，吼，是一个。好、哦，不是讲好甲歹啦，最主要是协调脚步很重要。为什么说协调脚步很重要？你脚步不协调，翁仔某现在不协调，所以咱有时候济公活佛常常讲说吼、哦，修心嘛，修什么？吼、哦，伊就改讲啊，修简单的心啊、哦，不染浊。那静心呢？静什么啊？静什么？就静其在我。福慧行，哈、哦，修福慧安尼，好、哦、功课也该讲啊，功课就咧讲啥呢？讲究根本，哈、哦，体悟讲予人了解，哈、哦，办到就咧办啥物，讲办中修正，哈、哦，心口意，度人是度啥？伊讲度家己的习气啦，哈、哦，德会当摄受众生啦。就是你要度人，你讲你要用啥度？是用你家己本身的德性，用你家己本身的吼，你做会到，人甘愿对你后边行，要甲你扶持的，就是你的气，吼、哦，不是为了济公师傅走，吼、哦，济公师傅他不会说话，
但是他能够吼、哦、能够传这个软文，还是讲吼传什么吼、哦、这个话吼，和、哦、世间人用，啊，这就是咱的气爱去接吼，顶悬伊个会甲你写写一寡，互你读，互你讲嘛。所以讲度人度什么，讲度你家己先，度你家己成就，然后你再来度众生，用你的德行去接受，众生就会追随你嘛。啊，你的德性若无够，众生嘛袂追随你啊。啊，你安怎度？你讲个天花乱坠，众生嘛不会改信。哦，所以讲精进要精进啥？哦，精进咱要有自律啦。哈、哦，人要有自律呀、啊。人无自律，吼、哦，要安怎做？所以就甲恁讲吼，简单的心啊，伫、哦、咱人心天心的温密处，就是爱不要认错人心为天心。好、哦，执着在善心善行的苦业当中，一念不解，妄作分别嘛。啊，所以增长，好、哦，不能增长我慢，也不要增长我执啊。哈、哦，啊，也不要忘失本来的心。好、哦，啊，也不要争功名利。好、哦，都唔通啊。哈、哦，渐渐会失去。好、哦，所以咱爹讲吼，咱人心若急，吼、哦，天时一急难呢，吼，对吹干，因为吼。哦咱呢，即马好里好多啦吼，代志呐做唔对呀，崩一个，拢无得收煞。吼、哦，像即马安尼，你足急的吼、哦，啊，但是你代志无准备也好，你足急的做嘞，反正安尼吼一盘乱呐，无得休息的吼、哦。像即马咧，乌俄的战争，吼、哦，俄罗斯伊认为讲我这个吼，枪支太济嘞吼，我的这个吼，能源能量太侪咧，吼、哦，大家拢爱惊我，啊，所以讲我甲你精精淡淡的，你连讲嘛无话要讲，吼、哦，啊嘛无在安怎，你嘛无在甲安怎，都是有这种想法。啊，有这种想法了后呢，吼、哦，就变成讲后边啥物人要收买，就甲万民百姓去收买，啊，万民百姓死的死啊，倒的倒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两边拢伤害啦，吼、哦，咱讲乌克兰袂伤害吗？伤害足大。但是俄罗斯你敢都袂伤本吗？你嘛会伤本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这足伤的啊！哦，你拍一门出来要开偌济了？啊，你敢都无死伤嘛？嘛是有吼、哦。啊，经济你敢都袂歹嘛？嘛是有啊，所以两败俱伤。啊，这个、话来讲哦，啊，就是无好处的代志唔通做啦。讲较简单，就是不没有好处的事不要做。吼、哦，过来就是讲。听道理呢，吼，听你重要要爱就好，你感觉有理，这句话叫来用安就好。第三十三卦天山遁，就是咧讲到这个，哦，卦象，就是说，咱常咧讲吼，哦，我咧温遁啊，去温遁天山遁，我去温遁，遁就是逃跑、退避，吼、哦，隐遁的意思。哦，退避了，隐遁了，哦，因为遭入迄个龙云密日之象，哦，天山为遁卦，乾卦代表天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这个艮卦，吼、哦，咱讲代表山，吼、哦，山悬呢，吼、哦，愈悬愈悬，吼、哦，啊，就逼近天啊嘛，吼、哦，山若愈悬就逼近天，所以讲吼。哦天更高而夺远之嘛，哈、哦！君子离小人呐、啊，自求其志，哈、哦！欲及遁卦之意呀、啊，哈、哦！啊，所以讲哈、哦，这卦的经文就是甲丁为哈、哦，这个卦哈、哦、是相接的哈。讲翁阿婆，哈、哦，翁阿婆嘛爱有道呢，唔通讲啊，为什么会不长久？哈、哦，恒久。哦、为什么夫妻会不长久、哦、各自改变跑道、哦、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设矣、哦、遁者退也天山遁就是在说就是跑到山上了、哦要跑到天山上面去躲起来去哪里隐遁退隐、哦、要退隐就是要还省、哦、要忏悔要还省忏悔去隐遁要躲在没有人的地方自己好好的还省、哦、那这样也是好啦、哦、啊暂时离开一下说、哦啊、我来好好反省一下反正改一下性地改一下脾气改一下毛病
若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夫妇的义务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完成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退一步，退一步就是海阔天空嘛。若我们的卜到这个卦，你去卜到这个第33卦，这样呢，我们就是要跟我们讲，咱小人当道的时候，如不能隐蔽，就不能退货嘛，你就是在说，你没办法隐退，你就没办法撇好撇向，因为一个小人呢，一争长短，势必自取其辱嘛，而招来危险。小人都是，小人啊，对谁的时阵，硬腿硬腿，硬腿就退啦，君子硬台时机嘛，唔当妄动。乾卦代表老爸，艮卦代表少年，阳爻代表君子，阴爻代表啥？这就是要甲咱讲，阴爻代表小人啊吼，所以咱讲综合起来呢，就是咱得讲老爸退了，少年继承之相嘛吼，或是小人夺势，小人得势，你君子退位。吼，像安尼，你即马这小人咧当家嘛吼。你小人当家的时候，我这正人君子呢，跟你在那里，在拼正，跟偏，还是说拼君子，跟邪，我跟你拼不赢的时候，因为你小人就对比较凶的嘛，君子就对比较会退让，所以我只有就是退了，退让一下就好了。所以有的人，喝烧酒，就怎样也不认输，对吧？我呢菜罐的就来菜罐的，对哇，要干杯就来干杯，哦，迄种的，哦，就是讲啊，啉啉别人下，啊，一罐酒开了几啊千块，迄种，我都给你啉到本的，但是伊唔知影讲啉到本的，迄啉啉的是伤到谁啊？伤到你家己的肝嘞，啊，伤到你家己的肝，你火烧肝，你都也唔知嘞，哦，啊，当时要去忙一波砍草，你都也唔知嘞，你嘛是讲我感觉我赢嘞。喝酒怎么样会肝硬化？你不要喝就好了嘛。天下本无事啊，你为什么要跳下去？哦，跋筊嘛是同款啊，跋歹筊。哦，你感觉你占别人的便宜嘛？哦，但是呢，吼，咱的明基知影讲，这个人伊摆的筊就是歹筊。为什么咱挑工要自投罗网？挑工要去用真筊？啊，真正的当然阿婆再来冤家，迄只嘛算硬头。所以讲吼，我们在世间呢，吼要。咱常讲心无安就未快乐，心无安，恁厝边也幸福啦。吼、哦，心安就是咧感觉讲，我若家庭幸福，是因为我免得较好个呢，我嘛免得较有地位呢。我感觉讲，我个囡仔乖，吼、哦，翁仔某也和乐，家庭个安尼吼，安顺顺啊安尼吼，你就感觉嘛，都免足有钱，嘛免足有地位。吼、哦，心若无安啊，你有钱有地位嘛无好。吼、哦，连咪。连伊这个囡啊，千外万的台车弄掉的啊，啊弄了呐，再搁过头的车弄掉，搁来买，咱倒有钱无要紧。唔过呢，遐若弄落，头壳怎啊歹，怎啊变植物人？啊，你看你钱足济，啊，你互伊直直买车，互伊直直弄，你拢唔甲教，啊，这个囡啊就怎安尼富裕啊？安尼你感觉安怎？所以讲，哦，好业无多心安。一个囡仔伫外口，伫里个母，所以我们要超越素食啊，置身事外的地方，我们必须要刚健，无欲则刚嘛吼。所以讲卦嘛是君子应台时理动啦，吼，你再积极再进取啦，你必须要去看，爱去看，看即马这个时局，是你这个机啊是你咧举的，还是别人咧举的？那不是别人咧，那是别人咧举的，咱嘛去甲抢来举。你个手来夹是无好处啦，对你来讲更加是困难，危机重重呢。第34卦，雷天大壮，然后就是壮，很壮的意思。大壮就是大，代表阳；壮就是代表强盛的意思。然后静待之穷，雷天为大壮卦。咱讲下面的四个阳爻啦，吼，这是强壮的意思。吼、哦，孙长破尽上面的两个阴爻，吼、哦，
啊，就表示讲声势不可动啊，吼、哦，雷天大众的意思就是讲哦，初卦吼，遁卦相完全的吼、哦，是这个相反的，完全是相反的。这卦有一个顺序啦，吼、哦，经文就是安尼讲啊，讲物不可以究其其数，故修之以遁嘛，吼、哦，遁就是退意思，遁。哦，我来遁走香槟啊！吼，这个叫做退呀，不可以将遁，就是故修之以大众。下卦乾卦代表天嘛，上卦雷卦代表雷嘛，就是咧讲雷在天，吼、哦，顶卦咧化不动嘛，吼、哦，声势强大无比啦，吼、哦，并且咧吼、哦，这个乾卦代表至刚至健，雷卦代表动嘛，就是讲。有至刚至健强烈的震动、哦、所以讲大众的意思，吼、哦，咱讲扑到这个卦的时阵啦，吼啊，意思的咧，只讲血气方刚的冲动，所以要借其冒险争斗，吼、哦，唔通去冒险，嘛唔能有争斗的心啦，吼、哦。雷天大众的卦，当一个人办法，吼、哦、啊，当一个人有办法。时时退隐，反省忏悔，以后你的事业一定会有很大的成就，因为你有智慧，你知道进退。咱人呢，若不知道进退啊，吼、哦，安尼，你咧做代志都危险性，吼、哦。进退，咱嗲讲智慧，吼、哦，你若有智慧，你就会晓进退，这就是一个道理啦，吼、哦。讲雷伫顶悬咧拍。吼、哦，雷天大众啊，讲砰砰叫，但是一时啊都无看呀吼、哦。这雷无可能拍几工的呀、啊、吼、哦，所以讲会无有头无尾，砰一声吼、哦，啊就听到啊就砰砰雷声在响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咱就是爱注意哦，吼、哦，雷就是让你注意，嘛是要你反省你家己呀、啊，啊、哦，反省你自己。如果你不反省，若反省思考的时候很短，吼、哦，检讨的时间嘛真少，就会显现出着你人足轻浮的，吼、哦。然后呢，一直个聊落去，吼、哦，咱人有贪嗔痴没有放掉，你会进退不得。所以呢，咱爱持续反省，再冷静，再反省，知足常乐不可贪求，吼、哦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所以我常咧讲吼。落地也无够深的时阵，不要做冒险的事，吼、哦！阿妈唔能去讲借钱来做代志，哦，你讲借钱就已经利息加一条啊，吼、哦！唔是甲亲戚朋友借啦，你讲做信贷嘛，同款啦，吼！今日你去甲银行冒钱啦，哦，银行同款，逐个月咪该加扣利息啦，吼、哦！安那愈扣愈大条，啊，你若做了佫无成功，啊，拄啊无家己，安尼呢，你会安怎？你会？立于咱人无法度立于不败之地，就是因为你本身呐吼，也未吼，也未啥，也未稳定啦。那即卖少年囡仔出社会尔，都甲老母讨要爱车，吼，耳朵歹唔愿骑，要爱车。啊，即老爸老母嘛是着爱怎，啊，都咧讨啊，无法度直直吵，几工直直吵。啊，你嘛着爱去甲贷款，啊，你家拉无？哦，啊、我甲伊贷款、投机款，我甲伊立，剩下你也甲伊立，吼、哦，但立袂赢，就立袂赢，什么人立？当然嘛，爸母立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咧讲，我们还自不量力的时候，我们一个月赚多少，还要吃穿，吼、哦，还要交一些朋友喝喝咖啡，吼、哦，有时候还要出去玩，啊，你讲要有医生的钱咧，通我来立车，还是讲有医生的钱，通我来买厝？所以有的人呢，少年囡仔溜溜的，较紧来讲要看厝，要买厝，交到女朋友啊，为着要爱啥，听呀，要女朋友知讲，我有车也有房哦，哦，我有车有房，哦，有啊，我有厝哦，啊，我嘛有车，问题是迄拢伫银行借的钱呢，你啊后壁还未立，还够二十几年的贷款还未立得了，哦，你个养头前，但是听后尾。你仰头前听后尾，这句卦嘛是要安尼甲你讲啊，吼、哦，就是你要退一步想一想，啊，我若有一天头路若不稳定的时阵，无这份薪水的时阵，我这两行拢立袂赢的时阵，啊，要安怎？啊，到尾啊，落去的就是你啊，
而且闹开的就是你，嗯，厝顾袂掉，啊，一台车人嘛，搁车砍断呀，安尼闹开的敢毋是你吗？所以说，年轻人，吼、哦，咱呢三十而立呀，吼、哦，不要二十几岁的时候碰碰脚的，较紧的要创啥，要创啥，要创啥，你来看咱兜，吼、哦，诶，后山有够夹无？吼、哦，咱的爸母做会到无？吼、哦，那做袂到，唔通安那，唔通讲吼，哇！溜溜啊，都要甲人同款，要甲人比，吼、哦，这样不好，吼、哦，咱甲人比吼、哦，比到尾啊，吼，到尾啊，米丘的是你家己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这个卦最主要讲先卦的发展就是讲顺卦，先卦的发展，乾是内卦，震是外卦，吼、哦，顺是动摇，吼、哦，内乾外震叫做雷天大众。那雷天大众卦呢？吼，天下拍雷声响，真大的意思是六坤卦，吼、哦、是六坤卦。但是大师甲咱讲哦，讲土地自家左右旁边呢拢有工厂，机械呢吼，规工都蹦蹦蹦蹦，吼、哦。但是呢，吼、哦、有一个方法就是讲左邻右舍一样嘛，吼、哦。啊，每一工拢有这个乒乒乓乓的声，吼、哦。啊，人因是咧趁钱啊，吼、哦。你若是讲做。做一般的，不管你是咧做啥物，就只要有机械，就会乒乒乓乓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咱若住伫因的边啊，你会感觉好困无？袂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暗时啊，二十四点钟拢咧圆弯哭，圆弯哭，安尼，安尼，你有法度困嘛？困袂起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这个卦你甲咱启示着讲，遇到什么事啊，不要血气方刚，也不要容易冲动。所以要戒慎，戒慎其冒险，也不要有争斗的心。哦、如果讲吼、哦，咱左右旁边都是工厂，机器整天乒乒乓乓，啊，我说了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跟左邻右舍，吼、哦、也一样。吼、哦，你为着要安怎？你讲好啊，你嘛是同款的病对无？吼，啊，你唔惊病，我嘛爱唔惊病，所以讲我甲你做同款的，也、啊、是讲啊。我的机械嘛，就同阮咧叮当，安尼就习惯了嘛。咱一般是毋是袂习惯别人的声？暗时啊，拄仔咧零零隆隆、零零隆隆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足懊恼的无？会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你也感觉讲啊，着隔壁都无法度，吼、哦！啊，无法度无，我嘛来做甲你同款的，还是讲无同款的？同款嘛是有机械的吼。安、哦、尼的时阵吼、哦，就是在比咧讲，如果今日你嘛是同阮做含伊同款的。那你会去阻止伊讲暗时啊关掉无？袂啊，啊要平台来平平久的关系啊，啊，这个就有一种协调啦，呵呵，这是一种协调哦吼。啊，所以讲你唔协调，对不？啊，我都跟你住厝边咧，住隔壁，但是阮兜都一般的一般的家庭哦，啊，但是就袂堪的，你暗时啊零零隆隆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讲不能协调的时候，啊，到尾啊你就讲听惯势就好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。听习惯了，就把它当作是一种优美的 melody 啦吼。啊，你也个当作优美的 melody， 啊，你都袂遐怨切啊，你都袂，你都袂吼哦，气死人安尼。吼、哦，暗时啊，爬起来几啊盖安尼。吼、哦，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不行。现在气死人，吼、哦，有些的真正气死人。但是呢，吼、哦，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真的讨厌了吼。哦听习惯了也是一种很好的，好、哦、那一种，好、哦、你个当作优美的 melody 就好啊吼、哦。三十五卦火地进，进就是前进、生进，象征入吃而万物进展。好、哦，这卦式就是咧讲吼，啊讲哦，咱咧骨头卡吼、哦，啊那形容去骨头筋嘛吼、哦。火地进卦，上卦离代表太阳，下卦坤。代表大地啊，吼，嘛就是讲太阳出现在大地之上，大放光明的意思啊。一方面就是讲离卦代表明朗，坤卦代表复合顺从，吼啊，这个综合起来就是复合顺从与光明，值得明朗进展的哦，这个意思吼、啊。所以咱讲讲不可以将吼将钝固守一大众，不可以将重固守一进。进就是进，吼、哦！在咱这天山屯，吼、哦，者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反省，雷大众，就是咧讲忏悔，悔地进者为实践，吼、哦，实行去做，这就是咧讲到人生的三宝，
人生的三宝是什么？反省、忏悔、实践。然后，你若当去反省、忏悔、实践，这就叫人生的三宝。好，譬如讲，咱做一件代志，吼，伫咱这个吼，咱今日的这个火地震，吼，会挂来底面，上离下坤，离为火，坤为土，吼，在这个火上顶管呢，土上面呢，讲一个方向呢，就是前进、晋升，吼，啊，所以讲吼。晋升除地得金相，好、哦，今日囡仔讲哦，咱去禅院哦，学啊学叫学到金红，学啊学到银，学到金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这种的意思啊吼、哦。但是讲火地进卦的意思吼、哦，就是咧讲到进处进步，离为明，坤为地嘛，离在坤上，所以讲明讲吼，续入升天哦。所以讲你来去卜卦去卜到吼。哦这三十五卦的火地震，吼、哦，火地震呢，哦，这是好事啊，吼、哦，恭喜的代志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人讲恭喜，就是讲你今日卜到这个卦，就是你的运道正好。咱在这个易经呢，有个成语啦，讲阴从左边团团转呐、啊，阳从右边转转通呐、啊。若人识得阴阳诀啦，吼、哦，那人。了解这个阴阳诀，好求大地不相逢啦、啊哦！我们的劳动就是这样嘛，是整个人生的真理。哦、所以呢，每一个劳动者要有欢喜心呐、啊，要存感恩，哦、要存诸恩、念恩、报恩的心，我们在人生、哦、就会很快乐。哦、所以讲这个三十五卦，哈、哦，三十五卦，哈、哦，来咱。讲起来吼，唔是讲足复杂的啦吼。卦最主要是讲，唔通为着小事呢患得患失，吼、哦，应该要保持纯浊，吼、哦，满怀信心的，吼、哦，安尼去做，吼、哦。但咧讲较早啦吼，人地球无咧停的啦，咱今日去伫台湾这边是天光，吼、哦，但是呢，啊美国那边就暗时，大陆都无，咱讲地球都无停的，吼、哦，没有停，所以讲。你躲在哪里都一样了，都是24小时了，你住在哪里也是一样24小时，我今天躲在家里也是24小时，啊，你住美国也是24点钟，咱讲了讲，人呢，都要改革的，要改革咱自己的心态，地球没在停的，阳刚，之气也是一样，有阴阳嘛，阳光也没有停过啊，咱这边有月亮，那边都有太阳嘛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因日月嘛不得停啊，吼、哦、啊二十四点钟拢同款啊，你到多一个拢同款，哪一个国家都是二十四小时，吼、哦、啊只是讲吼，较早暗个较晚暗安尼尔，吼、哦、啊咱啊如果讲人真正会用过日啦吼，啊就是一日光一日暗，哦安尼、啊、就过一天啊，吼、哦。啊！你感觉你偌无闲？哦，足无闲的，足无闲的，嘛是二十四点钟过啊！吼、哦，啊，即间过啊！吼、哦，啊，得带过啊嘛！吼、哦，带过啊！所以讲，拄则免啥有去讲着讲，咱人吼、哦，一世人吼、哦，对，开始为红鞋啊，开始嘴开开，鞋啊要食，吼、哦，直直食，食到老未当食，啊嘛无在吞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这个肉体当做资源回收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咧讲着吼，啊，咱即卖呢吼。意思就是资源回收、啊、就是要让大家、哦、不要太执着、哦、咱什么东西都可以资源回收、哦啊、就只有这个肉体不能资源回收，现在说因为大家都把小小的用一个红去保存起来、哦啊、把它放在那里、哦啊、把它放在几十百年这样、哦、这样变成、哦、我们要用很多土地、哦、去放那里不能资源回收的地方，啊，迄咱人呢吼，是比遐精神动物较高级的，就是讲咱会晓讲话，咱有思想观，所以咱有觉灵，所以咱呢吼，伫指挥啦吼，伫指挥，要动迁植物都是由人类啦吼，你要养它还是要杀它，还是你要让放任它们在大自然界自生自灭，拢是人啊。人你若讲要去掠遐野兽嘛是会使，这是国家伊有甲你规定啊。规定讲，人无甲你食我国的物件，人是大自然的、哦、你要放生的地方，吼、
政府就叫你袂使去捕兽啊，你袂使去掠，像熊你袂使去掠，你掠到向会去用告呢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这种物件就是野外的，他们是在自生自灭的环境。哦，但是人哦，甲这六畜哦，还是咱咧种的物件，伊就是跟人类有息息相关的哈、哦。他们用他们的养分来养。养活人类嘛，那人类到后面呢，也要跟他们一样，用资源回收的方式，也可以助任大地，这样也不占空间，又有好事，我感觉不错，这我较赞同，感觉是这样。